能到城里啊？现在到城里步行还得两三个小时吧。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外星人的线索没有找到，天好像要下雨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下雨之前肯定修好啊。你先上去。应该啊，我昨天专门看了天象，今天应该大晴天才对啊。没事的，我在剑桥的时候每天都有人预测天气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准过。对不起啊，外星人的事儿。没事，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呀。怎么了？坏了。我帮你修，我帮你修。你还是赶紧把你的摩托车修好。哦。雪儿。哪儿？还真下雨了，玉田，我跟回来了没啊？没有啊。干嘛去啊？出去这么久都不回来。哎，以前最近略带桃花，好像有好事要发生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这桃花里有煞气，弄不好要出大事。陈家子，你别胡说八道啊。不是，你不小心往后看。哎，他今天晚上吃剩的麻烦全席。得嘞，行嘞。真的没有，你进来吧。没事，我这外边也挺小的。我发誓真的没有，我骗你的，我看错了，真的没有蛇。我发誓。我不是怕他，我就是，我知道吧？行，你不怕，你过来。啊？你过来。拖啊，拖啊，table wide, or you just look so fine tonight. Girl, I don't mean to lie. 你干嘛？给你穿啊。哦，不用你穿着吧。你确定不要？哦。Can I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?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五折。Nice to meet you. Well, I see through you the way you are.
知道你是真的胆大还是假的胆大，怕蛇还挡在我前面。不就蛇吗？那老虎来了我也不怕。还没回来，还没回来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姑娘家的该主动还是得主动，该开放的还得开放。说什么呢？你说我说什么呢？像你这么扭扭捏捏的，哪里比得上人家从国外回来的呀？动不动就搂搂抱抱还亲嘴儿的，别说许玉成了，就是再榆木疙瘩的都能被勾搭走了。他被勾搭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这个月子里啊，就一成是真瞎子，我跟玉姐总看出你那点小心思了。你要相信你自己哦。哎呦你耳朵怎么那么长呢？你醒了，停了有一会儿了。这天都黑了。哦，我看你睡太熟就没叫你。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好，走。就送你到这儿吗？你不回家吗？今天太晚了，我就不回王府了。而且我有些文件落在这儿了。今天你不用再说抱歉了。不，我还是得说一下，就是我也不想这么跌宕起伏，但是实在是天灾人祸，造化弄人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外星人，但是我也觉得今天足够精彩了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。
那我先……那个，明天有时间卷可以看。你这是在邀请我？那好啊，那就明天同样的时间，不过我们要先祈祷一下，不要再下雨了。啊？哦，没事啊，我觉得下雨总会有好事发生。那不下雨也会有好事发生啊。比如说？外星人。啊？你在我这位置看。拜拜，徐医生。海兰珠。嗯？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考虑一下吧。你突然跟我告白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。对不起，我下次注意。我考虑好了。我愿意。外星人？外星人？外星人？外星人！I love you！海小姐，可以邀请你看日出吗？这场雨没白下呀。我在英国的时候都没有看过这么美、这么清澈的天空。哎，你看，那是天鹅座。天鹅座？对，没错。你看，在那银河上，像一只伸长了脖子、张开翅膀飞翔的天鹅。那些最亮的星星可以排成一个十字。你得从北斗七星开始看。哦，北斗七星我知道。你看，把左手伸出来。嗯。从你小指到你拇指的长度，就是北斗七星的长度。嗯。大约是25度。你先记住了，
这个就是你以后观测星空的指路标。你看，靠近北斗的两颗星星，向勺子开口的这一侧延长60度，是不是有两颗最亮的星星？那个稍暗的那一个，就是天鹅的尾巴，看到了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天鹅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什么星座啊？什么？西方占星学说，一个人出生的日期会对应不同的星座。所以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公历的。3月27。你是白羊座。那你是什么星座呀？我跟你一样。哦。嗯。Thank you， 少爷。我带菲利普先生去喝茶。好，菲利普先生，请。许叔，都在呢。哎，许叔来了。哎，你好了。看我这啥？行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海兰珠，刚从英国剑桥大学回来的。也是我的女朋友。行啊，许叔啊，真人不露馅啊。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。身子好。喊老了，喊老了啊。那总不能叫姐姐吧？哎，这样叫海姨。海姨海姨好。爱叫什么叫什么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过目不忘刘一鸣，棒球明星要来，武林高手黄克武。黄克武。跑步特别厉害，对吧？你加油，将来可以参加奥运会啊！我今年就打算去。这一届你是赶不上了，哎，不过你可以好好准备，下一届4年后在美国。美国？可是我不会说美国话。美国说英语啊，不会你可以学，而且还可以带翻译，比如刘一鸣。你许叔说你特别的聪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来剑桥留学呀？回头克武去参加奥运会，你就可以给他当翻译了。啊，我知道剑桥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对，就是当初徐先生留学的地方。加油，看好你。那我呢？我能干点啥？你现在重要的不是你干点什么，而是管好你自己，不干点什么，知道吗？其实呢。我觉得你俩挺像的。我跟他？对啊，都不按常理出牌，不拘小节，可是身上都有一股子的正气。行吧，那我以后就等着当许叔了。你行了吧你啊？现在呢，咱们就好好看画。可以连接过去和现在。你看这佛道，这神官，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。I used to live there for about 3 months. Really? Yeah, I remember. That road is wide. The scenery there is great. 你能不能专心点儿？对于这样的古堡要有敬畏之心。我们于这样的古堡面前是非常非常非常渺小的。我知道，保护国宝肯定重要，但是。海姨不重要吗？
那这是谁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小看这家洋人，这神仙卷的上半卷就是他拿来的。There's Park near the Ely Cathedral. Who's this? He is. She's my girlfriend. Really? Yes. What a pity. I have no chance. But we can be good friends, right? Okay, okay. I understand. Anyway, 许叔，许叔，快看，快看！许叔，你看，这个人每天都来，也不进来，就盯着画发呆。是琉璃厂的吗？没见过。来了，爷！爷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哎，慢点儿、啊。哎呦，大爷，您还能走吗？要不我给您叫辆黄包车吧？什么车？本贝勒爷有轿。哎，大人，跟你说，明儿好酒好菜备着，等我。好嘞。还想罚我俸？他妈当你是皇上啊！我这大人，您醒了。你是谁呀？这是哪儿？我叫 Kiko， 惠子。我想和你谈个生意。你想跟我谈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只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女人。我听说乾清宗室秘密保有一套万年级地道，上面记载着历朝历代的皇家陪葬品名录，全都是传说中的奇珍异宝。我听说很久了，真想看一看呢。我还想看一看呢。惠子姑娘啊，那些都是民间传说，你千万……看你如此的至诚，哎，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。想当年，皇上要彻查紫禁城里的皇家仓库，一帮太监啊是放火阻挠啊，那些名录早就烧光了。放火是真的，可是这万年吉地档啊，被当年的一位太监救下了。后来皇帝把所有的太监都赶出了紫禁城，他就带了出来。多年以后，这位太监又把它归还给了宗室。宗室为酬其功，把它安置在了隆亲王府中。你说的是傅公公？真的？现在万年吉地档就藏在隆亲王府内，如果大人肯帮忙，这些都是惠子的心意。一成来了，还带个人来啊？我女朋友海兰珠。啊，土爷好。漂亮，你小子有福气啊。哎，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着东西。哎呦，土爷可不敢这么拿呀。啊，这个呀得一手托着脖子，
一手托着底儿，要不然脖子上给人来了一刀，您不就中了人家招了吗？嗨，收上来的这就是我的，我还怕他们坑我？看看。赝品，胎釉分离，且足边部位釉色有差。再一个，您闻闻看，是不是有股药水味？不真的。赝品，闻那干嘛呀？扔了。再看看这几样，它不能都是假的吧？沁色浮在玉面，缝隙跟瑕疵的地方，颜色不均。是人工染色。那这几件也没什么看头了，都甭看。那牌儿也是一道收来的。是啊。怎么着？他还有个说头啊？来，你吃。图案有点意思，狮子跟独角兽。你看这儿，1566，这个呀，估计是嘉靖45年的大开门外销瓷。这个呢是景德镇莱漾加工的瓷器，估摸着呀是欧洲哪个贵族定制的。哦，它繁缛艳丽，大量描金，跟咱中国人的审美啊大相径庭。这花花绿绿的图案呢，估摸着是他们家族的徽章。外销瓷。不对啊，既然是外销的话，怎么会流回来呢？而且还流落在京城里装狗食啊。这外销瓷啊多数走海运，风险极高，一旦商船沉了，货物啊随之葬身海底。这类海捞瓷啊数量不少，修复起来特别费劲。你看这，一看就是海底的螺壳。真有你的，我这里边这么多说头呢。那这破玩意儿值多少钱呢？好东西，遇上方家没个30块，您别出手。嘿，幸亏你来一趟，要不然这玩意儿让狗糟践了。侯爷，帮您看个物件不算事儿，倒是之前的案子呢，还有书的事儿，麻烦您费心了。咱爷俩谁跟谁呀？这事儿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，咱一程去看看去。哎，许爷，这边请。谢侯爷。这是明代的手抄本，这是元代的。我请驼爷出手帮忙，自己也找了找，只是年代久远，虫蛀鼠咬，水湿霉烂，在所难免。你一直都在帮我找这个？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当然得帮忙了。要不是神仙卷突然出现，我本来应该先把它整理一下的。我真没想到你会找这么多，我知道这有多难。你开心就好，
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就能想到你会有多开心。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就好像那天比那天做氢气球还要开心。我还差点。现在呢？还差点。开心了吗？姐，干嘛呀？有空吗？你就要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那一个。玉姐，我算是知道呀，你把钱都花哪儿了。来，试试这件啊。哦，这个我就不用了啊。哎，要不我试这件吧。嗯，这个也行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就都试试吧。小茹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哥，小茹，你做什么样子穿成这样？好看吗？还行。今儿什么日子啊？做这么多菜。那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没有？买新衣服了。好看吗？还行啊。还有呢？你没有发现我脸上有什么变化吗？化妆了。这不是明白吗？哎呀，小茹长大了都会自己化妆。哥，那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好看吗？还行。那以前呢？也还行。那你觉得我是现在好看呢，还是以前好看？都还行啊。你不觉得我今天特别有女人味儿吗？不还是一鼻子俩眼睛吗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凶我干嘛呀？没有。
我去看看。瞎子，许昌，怎么了？我现在需要一个温暖的抱抱。出门右转，沿着胡同。兄弟失恋了，你都不安慰一句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大哥，你一天失恋能失八百回，我回回都当正事儿吗？怎么了？李曼婷拒绝你了？他正式拒绝了我，我心情不好，我要借酒消愁。天哪，我的爱情，我的曼婷！要酒没有，自家酿的蜂蜜泡水倒是有，要不要来点儿？小茹妹妹，是我，怎么不认识啦？神神叨叨的，好久没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真好看，是吗？啊，还是你有眼光。来，快坐下一起吃点。哎，好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去家父碗筷啊。许成，你赶紧的。正好我也饿了。就是。你赶紧的。一个二个要五喝六的。小荣妹妹，嗯，这一桌子菜都是你做的，真厉害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多吃点。好。对了，威力哥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啊，最近在给日本的一家考察团做翻译，就住在六国饭店。改明你得空了，我请你在那儿吃。你这情商好得够快啊。我刚把这篇翻过去，你又提醒了，又抽我心窝子。哦。这蜂蜜可真甜，甜到我心窝子里去了。小茹妹妹人美心善又贤惠，这样的姑娘现在打着灯笼都难找。其实这蜂蜜是我哥酿的。徐成，你还挺会生活啊。我也没想到你这么会夸人呢。再来两句。那我准备准备。吃饭吃饭吃饭。哎，来，小茹妹妹你多吃点。那你也多吃点。哎，不都是你喜欢的吗？哎，对对对。我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你波心。就他在这儿跑，然后小坦克从他前面绕过去，然后到他背后。也许转瞬无踪影，我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你波心。不必这么高，我上去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一看你那个劲儿，就有点，不是，害怕了。如果我们会相逢在这黑夜的海上，你拥有你我的各自想要远去的方向。如果我们会相逢，感觉一个撒浪的人。手疼吗？不疼，耳膜疼。忘掉最好，那就会是的。造房，造房了，快点！从我这个位置看，然后他看见，赶紧够他，好吧？行，我被你们说服了。我的妈呀！
回都差点吓着。还好吧？啊，就那个心里的那个劲儿很好。啊，咱们就是外部上面可以再给一点那个伤病吧。左右吐血，光宗耀祖啊！老爷啊，老爷。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。都送过来了吗？像这些东西是印刷由于印刷造成的效果，还是说它原画原画上的？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各自想要远去的方向。毛都燎着了，你能拍得到毛吗？那我们最前面再来一个吧，导演。这个好，过来，哎，你好。